欢喜队，秀姑来赛，成功。马里加纳商务，这可是马博商务，马里加纳商务。没得了，没得了。我做没发的，那个阿公的。哇，门外的厉害，哇。那个马达拉斯山在那边，断崖一定是那边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到那边走走？走对，没关系啊，你们两个过去，你们两个对，刚没有他就独占，没关系，人不清楚没关系。第三岩泊村。是脚掌的位置。第一站。乌拉孟断崖，哈，这第一。
两边都是悬崖。梦断崖，四位勇士一一的经过了。乌拉梦断崖第二段拉绳段。第一个胜利的人是吧？乌拉梦断崖第二段。惊险的拉绳段，哦，这个人是在绳子的左侧。脚踩稳了哈，手蛮容易克收啊，收啊会荡来荡去。没有，他卡在他的肩，还有一根，还有一根，先不要走。兽能攀爬拉绳。
过断崖之后，大家在这里大修。晒人，晒人还是晒草？这条路就是从今天早上过，终于过。哦，这个就懂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先慢慢走。哎呀，不用。你现在等下我上去。哇！来来，跟我来。这里是。累呀。温度上。玛丽亚文路山，对，恭喜大哥，困难的一关一关过了。终于啊，玛丽亚文路山，文路山3491，海拔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要走到最高的那一个玛丽加南山，要经过它。在大门上了，休息。那长途人，这里走过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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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走过。重装列车继续往马加利亚山前行。文路山北峰，海拔3210。玛丽加南。中间的路的，哇！啊，他爬死，一直被。走了7-8个小时，还有2个山头。欢喜队，玛丽加南山，成功！玛丽加南山，今天刚好起来白墙一片。现在要回玛丽加南山屋。3:20离开玛丽加南山，往玛丽加南山屋前进。玛丽加南山屋 ，Go！
玛丽加兰山屋到了。嘉南山路终于到了，下午5:15到。